Tablecraft Mallet 它的設計概念主要是想用一種便宜和簡單的方式將平面的產品變成立體的形態。這個產品是一種帶有立體造型的磁石鐵，其本身是一片平面的紙張和膠片磁石鐵，通過特別的設計可以令到使用者通過簡單的折疊和扭剪的動作，在瞬間將這個產品變成從平面變成立體。相對於平面貼紙和平面冰箱貼，這個產品更加具有趣味性和裝飾性。